大家好，我是罗杰瑜。明天是我期末考试，所以为了练习，我们的老师要我们表演我们课本里面的题目。因为我要练习，我觉得可以顺便做我的每个月的影片，我的 vlog。这也是我最后一次的影片，所以让我很开心。好，我要念给你们听第二本书，第十二课印章工作。好，我就开始咯。经理，请进。小林，张经理，你好，我是来应征秘书的。经理，好，请坐，请把你的自荐履历表给我。小林，是，给经理。经理，哦，你是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的，在贸易公司做了一年秘书了。既然你已经是在贸易公司工作了，为什么想到我们公司来呢？小林，我想趁年轻多学些东西，贵公司是世界有名的跨国企业，业务跟我以前的公司不完全一样，而且贵公司有制度、待遇、福利都好，将来一定有发展，所以我想来试试看。经理，我们现在需要的秘书话语能力很重要，你除了英文以外还会别的外语吗？小林，我曾经学过两年德文，一年法文，还会一点日文。经理，我们公司的秘书，没经验的，等一年一个月25,000，哦，有保险，服务满一年以后，每年可以休假10天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小林，薪水低了一点，但是如果有发展的计划，我也愿意接受。经理，你的条件不错，我们决定了以后再通知你。小林，谢谢。